这个铅笔已经不尖了，所以依依说要自己削铅笔。这是削铅笔机，不是这样。来，我教你。这个东西啊，要先这样子把它拉出来。嗯。然后不要急，用这只手拿着哦，你看。嗯。然后这个耳朵。这个耳朵给它压下去，好了，啊，这时候才放进去，好了，可以转了，转这边，有在削了吗？转错边了，对。这样在削铅笔了，那有变得很好转了吗？还没。还没吗？我很卷。你看一下有没有屑屑在里面，小心不要倒出来。有屑屑吗？好了。好了，按一下这个耳朵，哎呦，夹住。好啊，你按一下，要按住，按住再拔出来，不然这边都刮得丑丑的。哇，那现在有削好了吗？削好了。变很尖呢。再一个。削好了就不用再削了。依依，爸爸刚有说过，打开来要按哪边？哦，你一只手按，一只手按住这边，这样按住。啊，一只手拿铅笔，对，一只手，哦，一只手这样，这从下面往上，哦，哇，倒下去了，对，啪，嗯，对，对，要很大力哈，哇。小心那个铅笔屑会掉出来哦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这样会夹到手，你看哦，你这样子，然后你转这里，然后我们来看依依被夹到手，你转这边，你转这里，